这隧道怎么连到别人家里来的？阿姨，是你吗？你这里去兰州城替我买药，怎去了那么久？哎，原来不是阿姨啊，你是高老丈，你在等一个叫夏侯乙的少年吗？哎，原来是阿姨，他这么久还没回来，可是遇见了什么麻烦事？老丈你放心吧，他无事，只是兰州封锁，他一时半会不得回来罢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哎，你与这位姑娘行色匆忙，往哪处赶？那处可不是什么好的地方，万万去不得啊！老丈此话怎说？前方竟是发生何事？说来古怪，似乎一气之间，这河州镇周围就变了个样子。前头啊，就是这么个地方，和原本此处的风光都不大一样。前头有些来历不明的江湖人，在那圈养了 好些化身。这要是阿姨后来途经那处，可就糟了。竟还有这样的事，老张放心吧，我们这样去那处，会将那里清理干净的。此行凶险，哇，他给我紫金剑哎！老张这有把紫金剑，而今老张我已无力挥动。不如你们拿去，也好当作助力。这多谢好意，只是我们暂且用不着，若需要时，自会来找你借用。哇，天哪，有贯穿那个幽城的幻剑路的剧情耶。这是以后你交给夏侯乙的，我正好拿走。好，紫凤姑娘，这个真的找到毒线吗？我记得传说中话是没毒的。话虽如此，但此处或有其他契机可以寻得毒线，我们还是先将盘踞在此的化石斩出，免得那老丈烦忧。小兄弟，你可千万留神这些魔玉，化石会蜕皮重生，若无绝对把握，可千万别将化石引入这些魔玉之中。魔玉变成了毒线，这回的机关蜘蛛会变成怎么样？想想就觉得可怕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跟那师妹复生？可怜他，你尸骨都不曾留下。哎，这又是到了何处？此处怎么这般弯弯绕绕？便想我拿走才对。青前辈，又是你们！此前想设下陷阱构陷于我，现下又追上来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等等，青前辈先别动怒。在我窥怪，阁下所寻就在这矿道内。阁下怒不知该往何处去，不若与我等同行。同行倒是可以，反正老子也不怕你们耍什么伎俩。第三天再走了。几位，敢问那边是否就是霍拉山的幽暗隧道？古伦德，连西域的新阴灵都能被转进来吗？看来是唐突了。几位，我名叫古伦德，多年来一直在搜寻家族圣像，近来一名教师给予在下一个启示。圣像本属一名刺上绳子的百夫长，但绳子的鲜血渐入眼中，那个他被感化成修士，其后便以神赐之能云游世间传道。据说这位圣囊基努斯最后一次变成所见的地方，就在霍拉山的幽暗隧道入口附近。你身后为何有双眼睛？啊，这我之前为何从未发现？这是鬼地方，身后还一直跟着邪门的眼睛，这家伙居然在意之前没注意到，还真是乐观。是我有妖邪来袭，且数众多，不妨先向那边的冰窟暂避一二。我说这一定会帮你找眼睛，到时候你就能看见。话荒史事，我等抢到手还是你用吧，这样你就能瞧见我的模样了。但你不是想看见光吗？
我是新角色。其实我只想看你一眼罢了，要么我们就一人一只。啊，这月球，邪魔外道还是人之情，在这坐地分手的由头还真找得感人至深啊。哦，这些家伙真难对付，不过这只眼睛怎么和阿秋让我们找的部件一模一样？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小兄弟，这眼镜能不能给我？我方才思量，这东西或许是圣纳基努斯有关，兴许这是我找到圣枪的线索。按理说这眼镜一直跟着你，还给你倒也没什么，只是我等来此，这是为了寻这双眼，以复原一台蕴藏星耀之力的技巧。那技巧干系重大，当务不得。这，阁下，你猜这圣枪与这双眼有关？这双眼又是恰巧修复技巧的关键，如此巧合，怕是有些不同寻常。一小女子看，那技巧或许跟你找的圣枪有关系。你要么来跟看看，就算没关系，等我用完了眼睛再给你就是。诸天星耀，神机之眼，莫非那位圣徒的指引？看来真要跟他们同行，进行那技巧，兴许剩下的线索就你一其中。那。赫图之古伦德就劳烦几位了。这两人想蒙骗此人去默许的机关屋吧，他们是有何意图？且先跟他们去看看。我的兔子到哪去了？有人来了。原来是名纪小师啊。纪小师，是你偷了兔子？你觊觎我的设计，嫉妒我的天赋？你这人空口无凭的，怎么说我偷你东西？哼，只有技巧师能看到我图上的绝妙设计，只有技巧师才会想偷走完美的修复方案。修复方案？你该不会也是阿秋找来修激光蜘蛛的吧？什么也是？什么叫也是？难不成像你这样的三流技巧师能修激光蜘蛛？等等，不对，这些人肯定偷我的图纸，不然怎敢如此狂妄？那个，既然是修蜘蛛的，你们肯定要收集部件吧？让我看看，你们这回要找的是什么？关节？那这网页也想？好吧，既然你们想要找，那我就带你们去找。我那头正好有这关节。我怎么突然开了好多关卡？机关锁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兄弟，这是何意？你们肯定偷了图纸，否则如何知道我要修理机关蜘蛛？今天不交出图纸，你们别想从我这离开。霍西福之所依，我之推算，我们要寻的东西还真是在此处。也是，想来机关松上总是装了关节的。还真有关节，关节莫只要这股做神。小子，你捡的何物？莫不是方才那人说的图纸？应该是吧。不过这图纸怎么乱七八糟的？小兄弟，我看这图纸咱们用不上，还是先走吧。先去修你们说的那机库要紧。两位，东西已经拿到了，那我们就快走吧，去那机关屋看看你们说的技巧。那东西说不定正和圣枪有关系。走这边。青前辈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去机关屋吗？一个无魂的机库，我去看他做啥？绕了这么久，这矿道的走向我已经差不多有数了，就此别过吧。说走就走，这人做事还真是易落。小兄弟，快走吧，阿秋姑娘还在等我们呢。来了。这两人仿佛诓骗人去那机关屋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打什么主意。阿秋跑哪里去了？算了，反正有什么控制台，启动蜘蛛也用不着他。
小兄弟，阿修姑娘每次启动机关之中，不是会告诉我们一些需要验证的性能吗？我们真的不等等她吗？跟我告诉有什么区别？反正都是奔着拆蜘蛛去的，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哎，等等我啊！小兄弟，我听说这种机关之物啊，若是不知道怎么启动的话，可以敲一敲。敲一敲，猜吧猜吧，历史总是循环往复，就这样吧。阁下，公务链是我沉睡的伙伴，若是应付不了机关蜘蛛，用法阵就能唤醒他了。好，那匡古伦德。哦，这边音乐蛮好听的。赴汤蹈刃。哦，这边音乐有特别变奏哎。来，决个胜负。音息。怎么回事？一觉醒来看见的还是这个机关之主。自有定数。刚遭此劫。对不起啦。应该可以自动吧。幽剑明云。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不重要，古伦德。我发现圣枪的踪迹，一切都隐藏在神的御石之中，没什么人逃脱命运的束缚。我阅尽世间长卷，终于找到了誓言。有我的骑士在城墙下折断盾牌，他的长枪遗落着黑暗的异域，在遥远的彼方，你将寻找到真正的方向。至暗的月色覆盖明日的时刻正将重现，快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找寻圣墙，重现赫图斯家族的荣耀。就拜托你了，老师。最后一个部件，预设里这也是最后一次锻炼了吧？哪里出错了吗？还有什么没注意到的？等等，无魂的击破。小兄弟，这话从何说起？还是你推算出什么关键？阿修即便能补全机关蜘蛛缺失的部件，也没法让他拥有生命。接引诸天星耀，让机关蜘蛛萦绕着生之力，但他却依旧是无魂之物。子峰前辈，可能我们再回一趟之前的矿道了。原来那小子背后的是这小丫头，哼，让我来会会你这。接引星耀将神之力赋予这机库，又且那小子替你四处诓骗人，困住此间。你的小丫头和这老鼠到底有什么图谋？我所选的附身之法，是不是被你藏匿起来？
凶巴巴的大叔是你，你别胡说，我可没藏你什么东西，我就是想修好这蜘蛛，让这里恢复原状而已啊。原样，哼，就是将矿道寻物之人都困在那蜘蛛旁。我只是调整那些人的能量和结构，免得他变成什么奇怪的东西了。哎，别抓我啊！你干什么、啊，大叔？去那断市场，你困住那些人，想必是要提取他们体内的生之力。还好我反应快，躲过一劫。不是我不想救你啊，阿秋。昨天有人留着给玉慈良提个醒。哇，后面还有两个哦。相信两颗很突兀。先请公爷上场预售，旁人寻到回约，西之信投其号，甘之有之，罗摩驯狼，想必也是如此。即为神仆，亦为伙伴。这飞盘不只是罗摩驯狼的工具，还是他们之间重要的纽带，也绕着他们彼此间的依恋。在人世，我曾听闻西域之外有术法，能以水域占卜凶吉。或许就借得此物占卜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这对西维亚肯定很重要，越靠近他，心脏中西维亚所化的那颗心脏就跳动得越发猛烈。小兄弟， 你之前说这东西的主人为情所困，可我为何在这执念基督之物上察觉不到丝毫的愿意？听闻行年天阳派风女侠性情洒脱，但或许曾 不曾有怨，毕竟连死都是他自己所选的。剑出鞘，名不休，此剑成为杀器。可惜冰冷未休，人已去，至今死三尺寒芒，无人可知。这场乱七八糟，怕见阴暗会虎之人，生怕这份将性命都付诸其间的设计也是错的。不如就叫做常人难以辨识，免得叫人指责。小兄弟，这些执念寄托之物不能叫机关蜘蛛真正恢复，难道令其又魂才算是修好？总给龟子的一次。哎，小子啊，出事了啊！钻石厂都被那轻微光要炸掉了，我们快进去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本将无法感受到血脉奔涌、心脏跳动的感觉了？这个当然是因为那大叔弄出来的爆炸啦，爆炸把这个空间给搅乱，结果那幻象……不是幻象，这反正就是意外啦。休想诓骗本将，我算明白了，你们是引我沉眠于幻象中，实则是在沉睡。冥界的蝼蚁果然下注，受死！啊！不要啊，大美人，救命啊！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诸位，我们要找到一些东西来修这机关蜘蛛，这事一定能成。你制造幻象，想要将我等苦心寻物之人蒙蔽在这虚实名讳的乌蒙之境，更是误我附身师妹，找死！哎，等等啊，这指定和以前不一样。再说要杀了我们的话，因为不好重归于星耀，要被困死在这个时光的夹缝中啊，死马当活马医嘛。所以其实你们本来就打算困住他们，然后等我把东西凑齐，将他们一起送走是吧？没错没错，那美人，你就给个机会，再让我试一次吧。你看他带了那么多东西，飞盘、废纸、破剑，什么玩意儿？废铜烂铁，居然还想蒙蔽我等！找死！阁下且慢，他们或许并非有意。你这想跟本将为敌？找死！他只会说找死。哦，新怪兽，新敌人在这里。这怎么还造出冤兽了？阿秋，我知道激光之后怎么修了，但我给到他身边去。啊，那你是让我保护你？阿秋姑娘放心。我只会协助小兄弟过去。他们几人不讲理，我也助你一臂之力。我真的能修好，就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。罢了，那本将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次不成，格杀勿论。
诸位前辈，先助我一臂之力吧。师妹，圣枪，原来是失落在遥远的东方吗？啊，还真把他们送走了，太棒了！哎，那他们呢？他们也该到走的时候吧。朱兰，我真的不想打架解散，我只想和朱兰一直在一起玩飞盘。好。这纸鹤，仿成我快意恩仇，其实不过还是被这世间一切束缚着。即便如此，那也都是我的选择。阿姨，你的路要自己去寻了，不管如何，都是你自己的未来，而老丈我也有要去的地方。岁月朝歌，剑啸苍顶。紫金剑，起！原来，即便画完这张图，我也修不好它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连机关之珠都修不好的墨具，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墨具。主人说，他最重要的东西在水晶球，水晶球里是……原来，主人，你最重要的东西。就是西维亚吗？阿神师兄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无法修复蜘蛛，所以做了逃避，连我都这样以为。没想到一直守在这里，想要解决麻烦的一切，连死去都不曾离开。哦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这边的剧情还不错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你还想干嘛？别害怕啦，他只想请你帮个忙而已。罐道里藏着一个高级的能量核心，要是你把那个东西取回来给他，他就利用这个核心来探索生命的更多可能性哦。放心吧，这次不用打架，只要找对路就能进去。找对路，取得核心。看起来阿修说的地方就在这，不过这两条路，哪条才是对的路啊？要弄猜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上面会有什么线索？去看看。字迹有点模糊了，不过好像是条密语，一个说真话，一个说假话，谁知道哪个说真话，哪个说假话？另一个守卫，或说哪条路正确？我身后这条，哦，选错了是不是？我很讨厌玩这种海龟汤的那个谜语猜测，因为每次都猜不对。要选右边的是，这一定要两个人问过啊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？哦，是这样而已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拿到核心了，可回去找阿秋了。你帮拿到至光之多核心了，这样他的探索更多生命更多可能性哦。
那为什么要探索生命的更多可能性？谁知道呢？但想来生命的形式不会是唯一的吧？那或许是想突破限制与瓶颈。又失控了？什么啦？这机关之后来找你帮忙，那为自己升级出的宝贝核心被偷走了，想找你帮忙破案，找到小偷。破案？我又不是捕快，找我有什么用？当然是因为你厉害啦，之前那个核心都帮他取回来了，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。哎，反正你跟我去，跟我先去机关屋啦。哎，慢点啦，胳膊都要被扯断了。这机关里那么多机关兽，你让我怎么确定谁偷了？放心，我已经进行了仔细调查，将嫌疑人压缩在编号甲乙丙丁四个机关兽身上。这避免方式还真是随便，甲跟丙都承认他们有罪，但是也不交出核心。我担心大蜘蛛打得太狠，又再进行一次审问。据我所知，四台机关兽中有一台经过特殊设计，不会说谎，不会说谎，肯定说的是真话。不过他们都长得一样。甲说乙说的谎，而乙说丁说的谎，丁又说乙在说谎，只有丙则坚持东西自己偷的。我觉得可能是被大蜘蛛打傻了。我靠，只有一个会说真话。甲说乙说谎，乙说丁说谎，丁又说乙在说谎。用猜的我还猜错。看来是没找错。哎，杰森，你干嘛？难道能量核心有问题？你又坏了。放心啦，只找到东西太高兴了。那像是完整的生命，两个甲子之内都不会失控了。两甲子，这么多年下来，默默前辈总归出了一个规律：每两甲子机关之都会失控，但是被修复后，剩下的时间就是他自己的，他就可以探索自己生命的秘密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这边算是都完结了，这边的剧情。OK， 希望这次剧情大家会喜欢啦。就这样子。